欢迎回到 Kevin 的频道。欢迎 Kevin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带我儿子去公园玩，那旁边有一家玩具店，它里面卖了非常多的变形金刚。那我儿子呢，也想要去里面逛一逛，那我们就带各位去看一下吧。Let's go。小小兵哦，我再摸摸一下。不行，不要乱摸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芭芭币。哦，你一下就看变形金刚哦。那个是芭芭币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好厉害！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那个。那一个吗？那、这个。那么里面你看都没看，你就知道你喜欢了。嗯。我喜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你可以去逛一逛啊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钢铁人吗？什么不是？明明就是。那个是芭芭币，爸爸。那个是芭芭币。你们都知道哦。他要走这边，爸爸。好，走。哪里有芭芭币？乱讲。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变形金刚？好大。啊，它那个是变形金刚。对。那是走这边，爸爸。好，走。要的话呢，你再看哦。这个的肉，乐高。乐高。好了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看那个变形金刚。这不是变形金刚吗？那个是。这不可以打开哦。我要玩那个了，爸爸。哪一个？这机器。嗯。这个吗？是不是这个吗？这个，这个怎么了？这个不要了，爸爸。好、哦，不要了。他要走这边，爸爸。那边走过了。不要走这边。那走哪边？这边，爸爸。哪里？好，走。看完了，爸爸。好，看完了，那你要走了吗？那个放着。对，放好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好，那走了。那走了吗？那我们跟人家说拜拜。好，妈妈们拜拜哦。拜拜。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那这间店呢，叫做人形店哦。它这边是在自强路旁边的巷子，里面有非常多的模型玩具，然后也有很多的变形金刚可以买，还有许多的展示品。如果是住在高雄的朋友的话，可以来这边逛一逛，寻寻宝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